想跟你们说一个事实。两个八十。那我们需要一点冷笑话来降温啊，你的电脑也很需要它来帮你降温啊。我们收到了很多米粉的好评回馈，我们来看看。台南的陈先生说，1080Ti玩游戏，小门全开都能稳定在45度左右。然后呢，台中的吴老板说，水冷能将温度压制，让整体超频往上跳跃，小门提升20%到30%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个事实，比特有现货。